大家好，我是杨。肚子大一般是由皮下脂肪或者内脏脂肪堆积，身体代谢功能较差导致的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套瘦腰腹跟练操。第一个动作，采用做一组练习时，要用腰侧的力量让身体分别向左向右弯曲，全程都要缩紧腹部，上半身抬起时下巴微收，可以在摸到脚踝后停留一秒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刺激侧腹，锻炼我们的马甲线。要注意不是单纯的手臂发力去勾脚踝，要感受对腰腹两侧的刺激。再练习一组，同样是10次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、7次、8次、9次、10次。做完以后放松一下，准备做下一个动作，也是我们这次练习最后一个动作。坚持一下，马上就结束了。这个动作叫做仰卧侧抬腿。首先将身体调整到侧卧的姿势，
可以用手臂垫着头或者托起头，让上身稍微抬起一点，这就是动作的起始姿势。然后右腿抬起20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七次，八次，九次，十次，十一次，十二次，十三次，十四次，十五次，十六次，十七次，十八次，十九次，20次。做完以后再换另一侧，重复这个动作。单腿抬起的高度也不要太高，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合适的角度，一般抬到45度到60度之间就可以。单腿抬起时绷紧肌肉，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。再做一组，共20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七次，八次，九次，十次，十一次，十二次，十三次，十四次，十五次，十六次，十七次，十八次，十九次，20次。这套跟练操一共有5个动作，如果做起来比较轻松，也可以每天多做几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